的第109页，皇帝问：“我听说魁度齐衡所指不同，又知奈何？”哈，这个魁度和齐衡是两本书，好，的《玉版论》里面谈这个。这个魁度齐衡呢，岐伯就说：“能够魁度者，度病之深浅；齐衡者呢，言其病也。”好，请言道之极，自述五色脉变，魁度齐衡，道在于一，神转不回，好，回则不转，乃是其机。自述之要破镜以为助之玉版命曰：“好，何玉机？”好，我们叫魁度是好。我们如果拿罗盘，好，罗盘，我们在看风水的时候，罗盘，你打开罗盘看的，那个有28个天格，那个28数，好，我们有360个度在里面，这个我们讲天度，讲的就是罗经，啊，罗经，那这个。皇帝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魁度的原因哈，这个就是怎么讲啊？想想看，你们都没有天文地理的基础哈。我们这样讲，细分的如果初分生长收藏春夏秋冬四季，如果我们细分的时候分为魁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建月啊，建月，比如说我们都是寅月，寅月做建月，好。从农历的一月，好，农历的一月开始，通通是属于寅月，好，所以你回去翻开黄历，打开来，农历的一月都是寅月。天度是好，我们天度算进入，哦，一月，那建月呢是从寅子开始。我们人身上呢，气血刚开始走就是手太阴肺经，所以我们在介绍阴针灸的时候，我们介绍十二经络的时候。我们从肺经开始介绍，因为它是天气之始，刚开始的地方，哦，天之始，所以一年的初始呢也是寅，身体呢初始也是肺，都是寅，哦，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，那十二个月呢走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，哦，循环回来，把我们落上我们十二个经络，哦，简单讲就这个意思，哦，就把它分得更细，好，哦，分得更细。好，这个第110页，好，容色见上下左右各在其要，人体内异常变化都在脸上显现，上下左右不同的色泽，这是一定固定的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个脸哈。肚脐，好，肚脐，这个是下腹，天地之间的四季的，我们把它放到脸上面来的时候，好，放到人身上，对到人身上的时候，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。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天地之间的气放到人的脸上来的话，肝心脾肺肾一样可以放进来，肚脐来说的话，好，肝心脾在中间，好，好，也可以绕着神阙走，也是一样，脸上的气色，好，也是，好，它的相生的气色是这样子。其色见前者
颜色看到不对的时候很浅，汤液组织十天就可以治好。颜色看到比较深的时候，我们用治它21天。这个并没有说一定要从哪一天，就比如说我们刚好是今天来立春，开始算10天，不是哦，就是当天你开始治病的10天，浅色就会好，这是以我们治疗的时间来定，10天应该就会好。如果颜色见得比较深的话，到21天，见大深者，这个时候一定要用酒去煮汤药，还要治百日以上，百日以上，好。那如果是颜色脱掉了，颜色整个是已湿掉了，已经是浸湿了哈，面色也脱掉了，这个是非常的危险，已经随时会这个死亡。所谓的面脱就是油光都没了，看病人那个整个油都跑出来，油光都能散落，那好像脸上很多灰尘在上面，好像没洗脸一样的感觉。我们有两种情形，我们医生去看病人的时候，脸上是灰灰的，暗暗的，好像灰尘一样，这是面色气色脱掉了。那个，如果你当法官坐那边看的时候，那个人脸色黑的，就刚从牢里出来，你在牢里面住出来，牢狱之灾，那个脸都黑的，灰灰，好像没洗脸一样，都是这个，这两个不太一样。那一个是在牢里面出来，他是灰，但是那个面色还在，那就是整个颜色脱掉，病人很危险。最明显的脱色的时候，脸上的气色脱掉以后，你可以看到我头发整个蓬起来，整个蓬起来干掉，这摸头发完全干干的，没有油了，很稀疏，就你摸上去感觉我们头发或一天不洗头发会黏黏，那就油嘛，油都没了，整个蓬起来，气就脱掉了，因为这是最顶上阳气的所在，整个阳气脱掉的时候，大概就在隔天了，你今天看到可能明天就死掉了。很快就好，已经近十日了。那一般来说，面色都脱了的话，白日里面就死掉了。那脉短气厥死，这里就讲到了短脉。这是关脉、寸脉，此脉是一寸，这是9分。短脉的意思呢，脉变得很短，一点点，只剩一点点短脉，没有办法，没有那么长了，短脉，超过这个就是所谓的长脉，就是长脉、短脉的区分。那这里讲呢？如果是脉短气绝死，我们怎么解释这个？阳脉呢一定是长，阴脉呢一定是比较短，所以说你看到阴脉的位置呢，它是看起来是长，但是你摸它，摸它比较短一点点。我所谓的短的气，怎么讲气短？我们摸到，如果以形来说，阳脉是九分，那你形看到是九分，你摸它的时候，阳脉是比较浮的，比较浮的。这就是气，气比较长。那如果说你摸到阴脉是，它是形是比较长的，但是你摸到皮肤表面上，摸稍微按下去摸不到脉，的气比较短。这是正常的脉。如果说你今天的脉摸上去，你重按下去的时候，阳脉在底下变得很短，阴脉呢浮上来。阳脉应该浮在上面，我们的脉应该如果是这样子放的，手臂是这样子，手掌是这样子看的时候，手横隔在那边，这个阳脉和阴脉应该是这样子的，中间是关在这个地方，你要摸上去的时候这个形状是对的。那现在呢，如果是反过来，是斜的。阴脉浮起来，阳脉下去了，就阴阳就反逆过来，这就是胸脉，它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说阴阳脉是反逆的，气绝死，
气没有了吗？因为气都是气脉反过来的词。好，那病温虚甚死。好，病温虚甚死。温虚就是病人，温就是病人显现的症状是燥热，好口渴。但是病人燥热口渴呢，他又不想喝吃东西。比如说我现在很燥热很口渴，我自然会去喝水。哎，病人很口渴，他又不去喝水。脉这个症状完全是不合的现象，啊，简单我们归纳起来的话，怎么解释呢？脉症如果是合的，比如说我们摸到脉，皮肤是表面上，脉是浮在里面的。病人呢跟你陈述的就是我的皮肤痛，我的脖子痛，向墙啊，肩膀痛，都是脉症是浮到，这都很好治。脉症不浮都是比较难治。好，病人的脉摸下去明明是很深，结果出现是表症，或者是病人是很浮的脉，很胸大的脉，结果你一看他摸上他的浮脉，那脉那么大一个在浮在表面上，你就问他，哎，你有没有感冒发烧？我没有啊。好，结果是阳气内脏的阳气往外浮，所以我们真脏脉摸的时候，不管是肝脉、心脉、脾脉、肺脉、肾脉那个肾脉，当摸到真脏脉的时候，不管是义脉还是腹脉的时候，通通是浮大宏大的。你知道脉都跳得很快很大，那你说这个是表症的脉，不是脉症不符。如果是表症的脉，病人一定会有表症，比如说表示在皮肤上面嘛，哈，有皮肤痒啊，皮肤痛啊，肌肉关节痛啊，发烧啊，向强啊，脖子硬啊，头痛，那就是很好，脉症是符到的。脉症如果不符的话，都是死症，好，很危险的症状。简单讲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射箭上下左右各在其要，上为逆，好，下为从。脸上的气色，哈，这个脸上的气色呢，都是属于，不管它是肝心脾这个肝心脾肺肾，我们之所以定出来的位置，就是因为春夏秋冬，好，东南西北定出来的位置。如果是整个脸上的气色，我们是以好胃气来说，如果胃气的方向是由下往上走，要由下一直往上走。不管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是心脏的颜色一直往上走，脾脏的颜色一直往上走，肾脏的颜色原来在这里，好，比较黑气色一直往上走，越来越扩散，往上扩散的时候，这是胸。好，因为头是阳的极，阳之极啊，阳的没有再过超过头了，阳极的话会生阴，所以头面身体是冷的，正常的气呢是往下降下来的。好，它往上走是逆气，代表是胸，所以说病侧，好，如果是由上往下发展的话是良性，好，就是病情在退，越来越好治。好，那女人跟男人刚好反的，好，男左为逆，右从阳，好，女呢右为逆，左，好，左为从，男女刚好是一正一反。好，我们暂停一下。好。我们继续开始讲这个第这个110页哈。我们这边讲的呢，奇横还有魁度，这个。主要讲的就是天地之间的阴阳平衡。那我们有24个节气，好，分成12个月，人身上有12个经络，有12个经对应12个月。那从春夏秋冬一路，好，春生长收藏，节气这样走的时候，然后一直在循环，有阴和阳和平衡，有阴和阳和平衡，然后才会有造成循环的现象。到了极点的时候，比如到了冬至，到了阴的极的时候，开始要生阳了，好，再回头又走，所以阴阳本身是一直循环，成为一个大周天一样，好像有一个宇宙一样。所以我们在看罗经的时候，我们打开来看天上的那个天罡星啊、地支啊，好，干支都在这个里面，好，有360度在这边转，我们实际上就是找它的阴阳的平衡，跟人身体上也是一样。头面呢，本身是阳。阳到极的时候，阳到顶的时候，
会声音是往下走，这是长，长就是正常。现在人的气色呢，由下往上走，这是逆，反逆，逆就是凶。好，所以气色你看，原来比如说这个人来找你看，哎，是肾脏病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这个是黑的，底下是黑的，哦，因为火水克火嘛，在就应该火的位置上呢，你怎么看到水的颜色？水的颜色就是黑的。好，那你给他治了一个礼拜，哎，一个礼拜以后呢，鼻子变黑了，哦，糟糕，你就说这个不对了，对不对？你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那有一个人来找你的时候，脸整个都是黑的了，对不对？就你开始治的时候，哎，头上这个慢慢退下来了，慢慢往下退了，退到这边呢，下巴这里是黑的，代表你的方向是对的。好，简单讲就这个意思。好，讲的是阴阳平衡嘛。好，那脸上呢，一个女的来说，好，好，女人呢，脸的左边，这是左，啊，这是右，女人的左边呢是阴，啊，右边是阳。如果说气色呢，看气色的时候，这个肝这边是肝青，这个青色呢一直往右边去，一直往右边去，那阳一直往上加，一直往上加，就是重阳，阳上加阳。如果说是从右边往左边走，横，我刚刚讲的这个是上下横的走，如果是由右边往这边走，好，这个是肺，经过越来越白，一直往这边阴这边靠，这是从阴。好，从阴，阴上加阴，从阳上加阳，都是逆症啊，都是不好。所以阴要和阳要平衡，那不能阳了已经再养阳，好，那就一直往外走。观念的想法是这样子，比如说这个我们讲这个肝脏，好，肝脏，肝里面呢有阳，好，肝里面有阳有阴，那这个阴阳是平衡的状态之下，好，那如果是阳外走，肝里面没有阳的时候，阴它就会累积在里面，累积久了以后变成实，就是阴实，变成阴实，这是危险，好，所以阴和阳要平衡。举例，我们人身上的肥肉，哈，瘦肉，啊，肥肉呢是阴，瘦肉是阳，所以人身上的肥肉好是包的瘦肉，但是外面还有一层皮呢，皮是阳，所以阴阳阴阳阴阳都一直包在一起，好，所以才会形成一层一层阴阳阴阳。举例，这都是平衡的状态之下，所以平衡才能形成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讲奇环奇恒呢，跟魁度讲的就是阴阳而已。好，那只是举例，好，只是举例。第111页，好，博脉辟阻，寒热之交，好，脉孤为这个消气，虚泄为夺血，好，孤为逆，虚为从，行奇环之度与太阴子，好，所不胜曰逆，逆见啊，所行所胜曰从，从则活。好，这个我们怎么解释？就从又回到脉了哈，回到我们这个脉。关脉这边就是寸脉，就是此脉。关脉是阳，此脉是阴。好，这是基本观念。那关脉比较大，侧面看的时候，啊，侧面，啊，手掌，这是手掌的位置。那里面的脉型呢，应该走向是这样子。哦，你摸上去是这中间是关脉，皮肤底下的脉呢，脉动是这样子，啊，沿着皮上面一点下来。因为前面是阳嘛，阳是不是比较浮起来一点？这后面是阴嘛，阴自然可能会比较消下去，消下一点。那这是九分，这是一寸的长，
是剖面看的时候，你摸脉应该是这种感觉才对。好，这种感觉才对。那如果说这阴脉变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小它就阳脉变得越来越大，好，顶到皮肤表面上来了，好，就是阳要出来了。本来就有阳，那后面的阳要跟着里面的那内脏里面的阳要往外走。阳就是动能，它的好能量，它的生命力一直往外走。好，这是薄脉。薄脉是寒热之交，如果脉孤为消气，好，我们脉搏动作很大的时候，身体会发生，因为这个阳呢是主四肢、主关节，好，四肢会造成手足不遂，好，那阳会形成这个样子的，就是我们所谓的表，哦，阴阳表里的表。当我们人呢受到外在的邪来侵犯我们身体的时候，我们的阳会内脏的阳会出来去跟它相抗。好，如果你是很健康的阳，这本来我们皮肤外面就已经有阳了，那你这个阳就已经足够对抗环境的改变、外来的病毒的时候，这没有病的，你知道？那你表面的阳没有办法对抗外来的病邪的时候，你身体里面阳会自动会出来，好跟它对抗。对抗的时候就产生寒热交合相争的状态之下，就是你赢了就是热，输了就是寒。哦，脉独盛于寸口。如果说你只有寸口摸到脉，此脉就没有，那个后面的此脉没有了。哦，就是独盛于寸口这种情形的话，就表示阴气已经消减了。哦，如果说反过来脉独盛于此，哦，这表示阳气衰了，因为阴脉太大了。哦，这个脉变成反过来独盛，好，好，哎，阴脉过胀，好，这叫做孤脉。脉型呢，如果是，好，这个中空没有力，好，血不够了，这个血不足的时候，哈，血不足的时候，人很好玩，得到是反的。你老是啊，一般血不足的话，脉会变小，你错了。不足的时候脉会变大，好，刚好是反过来的，脉会变大，因为里面是空的嘛。好，空的时候脉变大，你压下去好像空的冲一样，冲的冲身一样，中间是空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孔脉，孔脉就是中空的脉，代表失血，血不够，哦，人血不够的时候脉型会变得很大。好，那我们常常就看手臂尺内，如果尺内在尺内这一段阴的这一段哈。是这从那个关到尺泽这一段哈，尺内的看得青筋很多，这都是贫血，啊，都是贫血。那你看气色的时候啊，脸上本来胃气带一点黄，脸上都比较暗，好，胃气都看不到，代表胃它的营，我们五味入口到了胃里面的时候，它没有办法化生成血，啊，没有办法化生成血，这个时候都会有血不足的现象，好。好，这就是脉孤为消气，虚泄为夺血。好，血不够了。那孤是逆，好，虚为从，行奇幻之法以太阴止。好，孤脉呢，不管是孤阴之脉或者孤阳之脉，好，这个都是危险。好，脉虚脉很好治。虚脉呢，简单讲的虚实。如果是孤阳的脉阴没有了，或者是孤阴的脉阳没有了，都是不好治的病，好，比较重的病。如果你只是摸到虚脉，虚脉很好治，为什么？虚就是没有，啊，里面什么都没有长，就叫虚脉。摸到实脉就比较不好，好，所以摸到虚脉的话，这个就是实脉，哈，那个阳实或者阴实。如果是虚脉的话，代表里面没有长东西。所以我们如果病人摸，好，摸他的脉，本来是实脉。好，本来是重病的，就你把一个病人从实脉治成虚脉，非常好。病人在从生病回到正常之前，都是呈现纯虚症，纯虚症。好，这是我们过去我们不管是理论上《黄帝内经》讲的，或者是我们在临证上面看的时候，好，都会呈现到虚症的现象。这个时候，也就是说，人体就这样子哈，你把病去掉以后，人很虚的，这时候你要给他滋补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就好像你车子原来不好，你把它通通修好了，对不对？
好，修好以后车子还不会跑啊，因为汽油还没加，机油还没灌啊，对不对？水箱还没加水，然后给它滋补一下就开始动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人体呢就按照阴阳平衡的道理来走，好，跟我们的那个奇恒跟魁度是一样的，专门讲的天地的阴阳平衡，完全是要相合相通的，好，这就是这一章。